哎，可以借东西耶！哦，可以玩什么？独木舟吗？别闹我了！你要拍那边，它那个椅子好漂亮，等一下，我等下再去拍。是拿房卡借吗？还是登？哎，我房号多少啊？1.15。卡就不用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不用。哦。这个牌子帮我挂在椅背后面的红色挂钩，喜好，欢再拿上来谢就好。谢。谢。那我们可以借。黄沙工具也可以借。哦，好啊，直接拿就好了吗？对。好，我拿一然后拿个。回款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毛巾的话毛是，巾在泳池借，哦，泳饭池，店内的泳池。哦，是那边，对。哦，谢。谢谢。哎，下雨了。有没有看到他们？这是一个只有阿 U 在那边挖沙的海滩。哇！那毛巾在泳池借。你们做这个？啊，是哦。哦，你们有不的错。挖沙在那边，对啊，要发信息怎么回笔背后面怎么挂？不客气。那不是买的，那是。阿美怕沙啦。那你干嘛？我还拿了一个小小的，东西先放。哎，你那个放东西，当放东西啊，这是坏掉。啊，毛巾啊，哦，是要那个在游泳池那边借的。哦，对啊，不是这边。哦，那还好，我们没有要下去啊。不会弄湿啦，对啊。快点来拍照。王美是不是？王美要拍照是不是？风这么大，你怎么美？晴天过后，浩劫重生。这个你被先狗别了。哎呦，等等，我装，这浪比较大，你过不去。来，给我就好。哎呦，给我就好，在这边等我。我放这边，宝宝你要小心哦。好，你帮我这样拍着我，可以吗？加油！天哪！啊，追出去！那个叫我们的沙滩。房间撑超久，都没下，一出来，在门口也没下，就坐在沙子上，一来了就下了。刚刚那个服务台的应该笑翻，笑，笑超歪的。哦，再好一点，现在雨停了这样子。小心，不要往我前面，风好大。恭喜你！啊，去玩！那我们就坐在这边，阿哥在晚餐，享受日光雨。没有日光雨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哥，然后会断掉怎么办？去玩你的。对。那妈妈他们在那边拍照，有看到？对啊，远远的。那他们应该早就看到了吧？真的。对啊，那我跟阿美啊，现在坐在这边。去啊，去帮妈妈挖坑。啊，U 在的功能就是挖坑。
坑，带大家去看什么叫挖坑。走，完美挖坑，他把那个手机座排在里面这样子，这时候很需要儿子，大很漂亮耶，这样子看有没有？爸爸，他们很紧张吗？爸爸会一直抱着你的，放心。爸爸干嘛？哎呦，那个会进沙，会坏掉。对，风太大，我们回去我们的位置。哦，哎，这边其实还不错，就是今天风大了一点，这样。干嘛？他想要去妈妈那边。妈妈。对。妈妈。没事。是，要。现在天气不错了，好，开始有人下来了。对，我们是第一批这样子下来的。怎么样，你女儿还是不肯下来，对不对？阿美。要下来了吗？他我觉得他有点累嘞。哦，好吧，对不对？辛苦你了，好吧。阿美，阿美，来找爸爸。哎，妈妈好了，不要啦，溜滑梯，我踩到你脚上去啊！突破，阿爸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这边来。阿爸，一开始怕脏，一开始触感不一样，对，摸起来没有啊，阿 U 很快就适应了，对，然后就变海滩男孩啦。抱着个泳圈在那边冲，哎，冲浪男孩，冲浪男孩啊！哎呦，停！你的沙都拨到我的袋子上面去了。不会啊！怎么不会？我眼睁睁就看到你往后拨，拨到袋子上面。好啦，你好好玩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哦，妈妈快活的时间快开始了。王美家要自拍了，因为小王美睡着了，他这边红红的，因为他刚刚有沙子，沙子在揉他的眼睛。是哦，我们这边先好玩一下，因为东面，你看哦，这边呢、啊、风是这样吹过来，这边没有，这边的云层不厚。后面的云层厚，但是风一直往这边吹，所以说应该是不会下雨的今天。对，好不好？把握好这两天，好好玩，好不好？笑成这样子。这边就是好有那个，上面好有。要去现采吗？这边是小湾，我们这边很远。小湾不错，小湾好，但是对。都可以使用。我你忘记我去南湾的时候，伞还要租嘛一次。对对对，还要跟他杀价，说我没有，我只用两个小时，你让我就是多少钱就好。然后我觉得这边就是还蛮舒服。好喽，那爸爸跟妈妈，我们两个要好好的过生日拍照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超乱。好吧，真的风太大，然后哇，超乱。OK 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